我叫周景景，我是一名击剑运动员。从3岁的时候，我就和轮椅分不开了。和吉瑞轮椅结下缘分是2015年的春天。当时吉瑞公司的人找到我，让我体验一下这款新型的电动车。我试了一下，的确是挺方便的，比传统的手动轮椅方便太多了。使用吉瑞轮椅很贴心，坐上去感觉很舒适很宽敞，在生活中的使用也很灵活。的确是科技改变了生活，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了更多的便利。尤其是听说吉瑞给公司所有员工的父母每个月发放200元的生活费，我被感动了。我觉得这个公司是有爱的，公司有着为他人着想、关爱他人的情怀。所以当吉瑞公司来找到我们，请我们帮忙录制视频的时候，我们就答应了。我是吴建宇，也是一名击剑运动员。我喜欢击剑，喜欢运动，喜欢力量感。虽然平时我们训练用的是手动轮椅，但是在生活当中，我还是喜欢吉瑞这款电动轮椅。它的设计比较灵活，专门针对我们的细节设计特别多。我在使用吉瑞轮椅的时候，它很平稳，防震也不错，它的速度的快慢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。吉瑞，只为更好生活。